俊彦九日为爱来台，十一日他先是发了爱的结晶即将推出的好消息，十二日他又更新 IG 秀出一整套配备，包含笔电跟 keyboard， 配文写下一个人玩，感觉得出来真的是有备而来。不过在桌子的另一边，几本书意外成为亮点，放大一看才发现黄色的那本是新攻略中文，在一旁的笔记本们慢慢的手写笔记，还分别用蓝色跟红色标注重点，还细心的用便利贴分类。照片曝光后，粉丝不断帮他加油，而他为了大 S 在学中文的发文也让大家非常感动。网友看到52岁的具俊晔为爱这么努力，只说那你还来得及。具俊晔隔离倒数六天就能出关，他的一举一动也备受关注，这对比偶像剧更不可思议的恋情究竟会怎么发展，真的都让大家很兴奋。